You know what? The three most popular artifacts of the museum, the V-shaped stone, the jade cabbage, and the mahogany bronze vessel have all something to do with food and cooking. But the most valuable treasure of the world collection might be a 1,000-year-old landscape painting called by some people the Mona Lisa of the East. And it's a miracle that we are still able to witness it today. 这幅画历史上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呢？这幅画呢，现在已经被认定是故宫的镇院之宝了。当然，它首先是一幅北宋早期的名画，时代非常的久，距离现在已经有1000年以上了。那而且呢，它的画很大，它的高有206公分，宽有103公分。 而且呢，整张画最感动人的结构就是它分成远景、中景跟近景三个部分。远景的主山非常的雄壮，而且它的比例占了全画的1/3，对照前景1/3的树还有人，就会显得人特别渺小，山势特别雄伟。所以任何人看到这幅画，都会不由自主的从心里产生一种非常感动的印象。你可以看到，它用的细细的线条，好像是铅笔万笔，像下大雨一样的哦。你看这个瀑布从那个山顶直泻而下。 好像你都可以听到那种声音的感觉，还有呢，行旅走过这个木桥去朝圣，西山行旅的行旅两个字就是从这个驴队来的，每一只驴子的那个动作表情哦都不一样。范宽他不但能够对自然有非常细腻的观察，他还能够运用他自己过人的 创造力跟笔墨的功夫，才完成了这件气势这么壮伟的山水画。可以看真的吗？现在不行哦，因为西山巡旅图它现在是我们的现展精品。那什么是现展精品呢？那是故宫把典藏书画里面时代特别久远、艺术价值特别珍贵，还有就是材质特别脆弱的作品列为现展的精品。我们平常书画的展览可以3个月，可是呢，现展品展出的时间必须要缩短为6个星期，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珍贵的文物，希望延长它的寿命嘛。 那最近的一次展出西山行旅图，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。你看，那已经是6年以前的事了，哦，非常难得才会看到它。所以呢，每次展出的时候，不管是哪一国的朋友，都一定愿意坐在这幅画的前面，静静的欣赏它。甚至看到这幅画真实的呈现它面前的时候，还感动落泪呢。在今年的10月6号到11月16号，这一件作品的原件就会在故宫的镇院展览里推出，欢迎大家亲自来印证一下。